大罐儿，大罐儿哈。嗯，我来一黑色。黑色很遗憾，黑色已经被选了。没有，谁说的？这不是还一个呢吗？啊，这个啊，那你拿这个。哎呀，就不敢了。你拿过去，这个就免死，这个就免死。好。璇儿啊，你花多少钱了？这是，嗨，璇儿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璇儿，你是真傻。原来人说你傻，我还不信呢。现在我信了，我真的。你知道这大褂是谁的呀？大爷，璇儿大爷，你想跟师傅搭档啊？不是，没有，穿上，不行，快点，把门关上来。还能穿什么呢？穿上。他把这穿上算黑的，就把烧饼耍出去了，你明白吗？好，这好也好，对，就是烧饼糊，太漂亮了。